今天是爸爸的生日，距离上次回去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，不知道在台东的你过得如何。所以我决定给父亲一个惊喜，希望能赶在今天生日结束以前送到。您好，请问还有高雄到台东的车票吗？同学，不好意思哦，目前最后一班车是4:28的317车次自强号列车，因为现在正在进行南回铁路电气化工程，周一到周四还有周六晚间都没有车子到台东哦。不过我们有实施公路客运替代运输，一样可以到台东哦。真的吗？是的，请你沿着指标到国光客运搭车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您好，我要搭替代运输的客运到台东。好，目前替代运输有三条路线，那一条是0980潮州往枋寮，那还有一条是0979潮州到台东，那还有一条是0978高雄往台东。那目前高雄出发最早的话是下午5点。那我要一张到台东的票。目前票价的话是区间票的8折，总共票价是186元。好，我明天去哪？听说东部国家海岸风景区有个地方叫小野柳，那边有巨大的珊瑚礁，还有奇怪的岩石。那我们怎么去啊？我用公路套票1点钟查询，我找到了，我们可以搭花莲客运、顶东客运，还有普悠玛客运都可以到达哦。像是顶东客运的8010号路线，台东火车站到小野柳，全票只要39。哇，这么便宜啊！我们还有多久到台东啊？现在有个 app 叫做 iBus。我们可以从这 iBus app 点进去，点寻找路线，就可以看到这台车的车号，还可以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到台东哦。现在大约在3小时20分就到了。公路总局推出的网站和 app 也太方便了吧！生日快乐！